还真被你说准了，他们果然是釜底抽薪，阻挠我们。釜底抽薪。对对对，哎呀妈呀，这回这个成语我说的很神似嘛，有进步哈。还好我们有的是底牌，老三，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上海跟他们疯疼谈呀？不着急。 刚刚我们街对面的是我们系的系花呀，你说我最近是不是犯桃花运啊？最近已经碰见他好几次了，这是不是要发生点什么的节奏？就算发生点什么，也跟你没有关系。我呸！我就不能随随便便做做梦啊？这你也管？不过其实不是系花的话也可以。你说我啊，很快呢也会是个社会人士，到时候一身西装革履去 China Joy。 参加个演讲会会不会吸引点骂头妹子？小心！哎呀，薇薇，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快来不及了，要比赛呢。真受不了你！比赛不是8点才开始吗？跟人约了7点半，不能迟到。 还好没迟到。哎，芦苇微微，你来了，香奈和呢？你们一定要赢啊！我们支持你。微微，我也买了票，听说你们赢了还有买票的分成哦。我先去上个厕所了。我要去，我要去。哎，我先去。都赢了，不谁让谁先去？ 对啊，不管是为了我们服务，还是你自己赚钱，你一定要赢。谢谢，我们会尽力的。谢谢大家支持。怎么回事？ 连环车祸，一卡车失灵，连续撞了几辆车，现在人全都送到我们医院来了。病人心率多少？心率56，血压100、150。马上送到一号室，走 MRI 检查。好，好，好。林医生，同志没事吧？哎，这位同学，请你耐心等待检查结果，有结果我们会立刻通知你的。现在还需要检查别的病人，请你配合好吗？ 大神怎么还不来啊？他从来不迟到的，在不在？伊香奈何不会迟到了吧？这么重要的比赛，怎么也会迟到啊？哎，还有10分钟呢，着什么急啊？顶尖高手都是最后出场的。 醒了，再不醒我就跳楼了，你知道吗？真是的，你这次差点把我们吓死了。老三，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做魂飞魄散了。那天你不是做检查吗？有个医生一出来就冲着我们才摇头，当时我们仨就吓傻了。你这竟然有不是手术室，这怎么能这么严重呢？这没事，老摇什么头啊？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啊。医生说只要醒了就没事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哦，对了，我先去叫医生啊。我没事，没什么不舒服的，您别担心。我们怎么能不担心？你开车也不小心一点。
叔叔阿姨，对不起，车是我开的，而且出事故的时候，老三还推了我一把，要不然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了。孩子，也别想太多了，这个事情谁也料不到啊。好在现在醒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是啊，哦。 我要赶紧去给亲戚打个电话，他们在等消息呢。快去，快去！躺着别乱动啊！老三，你真的没事了吧？你头晕不晕？你身上没什么事吧？这样，你看着我，你看着我。1+1=几？249。啊？ 不对，我赶紧去找医生。哎，行了你，你淡定点吧。老三现在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好了。他还知道你连200-500都不如呢，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下午5点了。你们上倩女，跟我又说一声了吗？三嫂，不都什么时候？你还想着游戏？三嫂。 三总不会等你一晚上吧？网游里有太多太多的不告而别，难道奈何也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吗？会不会这个视频就是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我和奈何相识一场的唯一证据呢？ 可是，奈何也许是有事没来而已。我为什么不敢上去呢？那天微微一个人在精灵城门 NPC 那儿等到8:03，结果你还是没来。后来微微就下线了，再后来就一直没上来过。 我知道的就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你，一笑奈何。你那天为什么不来啊？快8点的时候，微微还跟我说，他相信你一定会来的。抱歉，我想先对微微说。老三，据说三嫂那天在世界被骂的挺惨的。 都怪我，回头我向他请罪。哎呀，大哥，你怎么抱这么慢呀？起来，照你这速度，老三明年才能吃上和尚。其实我觉得吧，关键问题在于三嫂现在已经不上线了。你们说，三嫂会不会因为受了打击之后就再也不上线了？那样的话，老三岂不是又回归单身了？这怕啥呀？只要是跟网络有关，老三就肯定能找到他，除非他这辈子不上网了。 这倒也是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老三他们不就要在现实中见面了吗？老三，你会愿意吗？你干嘛呢？你在看抢亲视频啊？是微微在看。你不会侵入三嫂电脑了吧？找到真人了。我什么时候能出院？还得几天。 等你身体完全好了呢。好妹，嗯，帮我做个小东西放游戏里，微微一上线，就自动发送信息到我手机。小意思，交给我了。
情人节，独自沉默。我不要像同情的联络，自由的很寂寞，逞强的很脆弱。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想听见一句爱能当真，想忘了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想知道我不再是座空城，能让我被呵护被放任。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想知道我不再是座空城，能让我被呵护被放任。到底有什么好看的？你看这么多遍。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间你刚好。